绍一下啊。我是六号参赛者，哎，我的冠军我叫肖博雅。我是六号参赛者肖博雅。我是六号肖博雅。你刚刚在比赛的时候，你有觉得自己表现得很棒吗？就是跟预期的没有差，没有低很多了。刚刚你在自我介绍以及才艺表演的时候，尖叫声超级大，你觉得你自己表现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我今天表现跟之前比不太好，可是我尽力了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对于未来有什么想要规划的路吗？我想演戏。那你要不要对我们摆个喜怒哀乐？毕竟你是演员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喜怒，哎呀，好狠哦！哀乐。欸、很不错哎、欸，所以这个就练就你对镜头不会怯场。先从模特出发，然后再演戏。一面广告开始的。好，那多多加油喽！我希望这些新人们呢，只要你们拿出你们对工作的热情，还有应该有的自信跟专业的态度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发光发热。